大家好，我是 Bernice， 来自吉隆坡，我以前做这个 homestay 的，我是去年，我是去年七月上的这个 DYI， 我上 DYI 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 marketing， 我只知道卖那个 room 罢了。然后在去年的来的这个 DYI， 我才发现原来有很多 profit center， 有很多钱我没有赚到。所以我怎样用这个 ABC Close， 我只是把那几个Profit Center join 满一起成为 bundle， 这样卖给 customer， increase the profit margin， increase 成功的交率，成功 close 的 sales 可以 increase 那个 profit about 50%。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来自文德甲，从事酒店行业。如果是说 ABC 用在我的公司，几乎我是用三个问题来 convert 我的 customer 的，就是说顾客一来我只问他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请问几个人，两个人的话你是要一个大床或者是两个小床，因为如果是两个小床的话他就会直接选那个床了，就直接 convert 了。第三个问题就是问他，请问是要给 cash 还是 credit card。 所以现在conversion 是80%，然后还有20%是就是不会进那间分行的，我们都会把它 pass 去我们其他分行。